不行。有了，高沙开扣，跳，跳，对了，对了，对了 ，OK， 阿里哟，有了，干什么把辣招怎么那么烂？有了，来，哦哟，小田龙阵，有，再次跟他拼秒板速度。有了，大哥灌篮，这叫做真大哥灌篮。你拿光阴或是传音都可以。哎、欸，不要！啊，如果没有樱木的话，你就拿那个赤木也可以。这角色有料吗？先不管有没有料，这角色够帅。有木木吗？也可以，哎、欸，流川流也可以，准备接球，帅了，哇，传奇湘北队来了。三王战第一球要来了吗？没错，兄弟们，我们今天要还原三王战那个表情，然后就直接开炮。这次板点这么高，应该是没什么问题。有料的，有料的，好猛，好猛！有了！哎呦，可以！我已经掌握到这一支怎么玩了，猛的！靠腰跳步不够远，我的！盖这个跳步真的很尴尬，跳完不能马上盖。三米小，这上来太烂了吧？等一下哦。OK。啊，我打，没事，两分了，给他，我们现在就是要赶快把大招拼出光。有了没？配合，完美配合，可以，各种突破这个假装上篮的这个假上真传，有料。我想跳板了。看，可是我太矮了。有啊、哦，哇，这个没有扑球，他是在拖我的光啊！来，你拉出去，接投篮就好了。对 ，OK，Nice，、OK、光开起来了，准备好，一样跟刚才场一样。我们要来帅气的几板灌篮，之后的得分就只有这一招而已，好不好？没有别招了。哎、欸，有，踩到了，没有100%，那该有的都有了。他没有做跳步锅，很可惜。你站左边 ，OK。近一点，你不然你你要靠篮下一点，不然不会出灌篮的动作。我帮你卡 ，OK。Are you？有了，干什么把辣招怎么那么烂？有了，宫城跟樱木经典灌篮，还要先对一下表情哦。有，有帅到了。再来，感谢这个 HH 的10块港币，可以开扣。啊、哦，有了！哎、欸，干这招还会弹？哎、欸，自己接自己抢，可以再灌一次哦！哎、欸，好猛哦！牛，有点东西，超前，没事。啊，又进了，可以无限灌哎、欸，好帅哦！有，阿里哟！有，好帅！
终于这个灌高多了一个新元素啊！而且樱木的板点很高哎、欸，呵，漏了。他会直接让那个篮板变成是灌篮，什么角色都可以啊，抢得到都可以。有啦，有了。什么角色都能接，左下角。哦，干好准。可是好像要输了。我觉得这次防守不太好，这跳步哎、欸。哎，干被抓到点了，被破解了吗？哇，太准了吧！连进哎。有了，他的锅点好像是要慢一点跳，抢得到板都可以，那个也算篮板算啊。我觉得这只角色防守不好啊，没有那个加速键，他只有跳步而已，麻烦。其实你不用站那么出来，就是你防守还原就好了。不是那个排位队友都不会那个哦，队友都没有反应的哦。靠腰被破解啦，完啦！还有没有摔到几次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从左边，你直接这个，我从底线那边抛，你站左边，你站左边啊！这个没有极板哦，跳！哎、欸，可以！我跟你讲，站左右边呢是没有极板的，它会直接飞过去。这个是我昨天研究的。OK， 行。哎，好玩的角色。哎，两个板来抢，其实蛮猛的。啊，有！可是这太好盖了啊！我知道了。看这锅点也太好抓了吧！哎，其实这只还不错啦，算蛮秀的角色。来，再去接。盖，可是这个也太好冒了吧！人家第一场就会盖这招了，是怎样？哦，你16个篮板了，哎、欸，刷数据，16板了，啊，好猛哦！白痴游戏，这怎么这么好盖啊？我靠，这设计有一点难度啊！这个篮板超多哎、欸，等一下。不是，这招锅点好像很好抓。哎、欸，你18个板了，创现生涯新高。好妖哦！蜕变16锅，有吗？对面有盖那么多颗吗？应该是没有才对啊。我跟你讲，没事，反正呢，这是初登板而已。但初登板就被盖烂了，实在是好像只能搞耍哎。18颗篮板，刷数据，比篮板我们就赢了。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这样子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通知以及直播喽。